物态变化顺口溜。在物理学中，我们把物质从一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态的过程叫做物态变化。那你知道物态变化的顺口溜吗？物质具有三种态，三态都与温度关，测温要用温度计，一看量成二分度。由固变气称正向，相反变化叫逆向，正向逆向均不同，正吸逆放很分明。一荣二气三升华，四六宁字五夜来，气有二事蒸与沸，蒸任沸定味不同，经有荣宁非则无，二华均是跳一级。物态变化的两种物质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，所以物态变化有六种，分别是融化、凝固、气化、液化、升华、凝华。